Go。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叫孙亮坚，今天我会演讲嘅系小火罐嘅祝福。Good。我系你嘅小火罐，我具备咗好多优点，仲可以同望人，可以同为朋友带嚟好多祝福。嗯。我会有大约30个祝福。望人。我有20个优点。嗯。主要嘅优点。望人。拎高啲嚟睇，拎高啲。系我好热诚。嗯。同意啊。又好可靠。嗯，同意啊。我都会注重帮助别人。你唔使匿后边嘅，你中间褪翻后得噶啦。冇理人哋。我能为。你带来的祝福，望人，如果你不公平的话，我会帮助你；如果你不公平的话，我仲会帮助你。望人，我可以同你玩。望人，我希望你可以做我的好伙伴。我哋应该更多，多谢。